这一次带领我们的会计的伙伴到宁波的市里望远区这边来看这样子的场地，发现又有更多的一个元素，不同的一个文化，它可以来合作串联。我们大概会有期待有几个方向，从年轻人的单身联谊，包含两岸的一个风俗文化，包含我们刚刚有演绎的像我们的台湾少数民族这个文化，跟我们南宋的文化传统的礼俗一个演绎，不会来做一个定期的交流。